啊，我喝，我喝。哎，你们发现了没有？啊？没关系啊，后面还有很多歌可以弥补你们。哎，随便，我觉得你进步了耶。哎，你突然讲的赞美，我觉得后面一定有话要刺我，我不相信。梁老师说，我说喝酒的方面就是表演这样，以前表演前你是那边就乱冲这样，然后冲到酒醉，然后就，对，哦，唱歌又赢不过我，然后又乱喝，开玩笑，开玩笑。然后啤酒来了，现在是喝酒是循序渐进的，哇闹！来来，我送你的花。尬死我嘞！献花，献花献佛的。漂亮的花放在古董那边满满的，里面的心意。你放你那边好了，我先放你那边，满满的爱这样，这样你才不会有很多怨恨。一天到晚在抱怨，白痴哦，干嘛抱怨？我是笑笑面对你耶，我也是忍耐你20年。啊，有这种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小两口吵架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究竟会如何？你知道为什么会忍耐图腾20年吗？因为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因为我都看着你的背影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因为我看着你正面的时候，我就不想带这个图。哎，那么过分。你知道为什么可以再图腾20年吗？因为我眼前都没有你，但我背后有你。哎呦，哦，这不错，我背后有你哦，你是他的支持哦，你撑住哦。哎，阿威，下一个换你，换你啊，讲感性的话。你为什么要再图腾20年？啊，我在看贝斯。你要讲，他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有啊。有啊，好，那就好了。我一直以为是我们听得到而已。你觉得只有我们听得到？有了，后面有吧？哦，你们，哎，你们是不是走错场了？应该是别团吧？没事没事，就这样结束这个话题。华语天团那个什么，你不要让那个，不要了，不要乱感性，现在不要到感性的时间。不是，你不要让那个帅帅的团长讲话。哎，对，团长阿信，信，哦，阿信，为什么你的刘海越来越短？根本就没声音，没有声音哦，一直讲。有啊，阿信啊，嘛，啊，那你唱，你唱看看。你的没有了，是真的听的。有啊，有啦，有声音啦，有啦。阿信，你为什么你前面的头发越来越短？有短的啦，是不是要留回长发？是因为冬天吗？我回不去了，不去。回得去了。前面有在卖那个啊？卖什么？那个那是助长那个毛发。有啊，你有代言真相产品吗？怎么不知道？岁月的痕迹啊。他不是代言桌游？哎，有在关注我的 FB。有忠实粉丝那个嘛，追你20年了。虽然我在你旁边。有。但我一起往前看，对对对，他还有得到勋章，哎，勋章、头号粉丝之类的，对对对，现在没有都用一个是不可能，现在都用 IG 的，有啦，只有我们的歌迷用 Facebook， 那我们再也没有，他们也不用 IG 啊，啊，你们是刚加的哦，大概只有30个人而已，对不对？我也是，图腾没有 IG 哦，景德，好多人没有 IG 啊，哎，图腾没有，哎，对了，为什么没有 IG？ 坚持不要啊，啊，也没有人要还啊，对。省了一个麻烦了，那这个好像也是专业已经没有人在用了，又多了一个，一个就很麻烦了。可是你们知道以前图腾有那个啊，我知道我们用什么，平天棒是无名小站。我觉得我们还是用一个赖社团，对不对？大家都在里面，大家聊天嘛，里面可以八最高几人？800人？不知道，要问灭火器啊。灭火器一定是好几个群组啦。我们一个叫灭火二，灭火三之类。对对对，我就图一。可以啊，社团又很好讲话。哎，明天要表演了，完了。对，就不用泼我，有没有？你们有练团吗？明天要表演吗？对对对，你们要唱什么歌我都知道。不行，我们的秘密不能让人家知道。
我们的歌单不是秘密，因为二十年就只有两张专辑而已。他们就一直拼，一直拼，也知道说是大概是吧。有秘密的吗？像是印那个八百张的那个歌单，我们只是那个顺序有调换，就知道我们下一首歌要唱什么。他们现在在台下听说啊，搞，我今天猜错那个歌序了。我们就随便问他们说，啊，你觉得我们现在首歌要唱什么？我们先弹一个，你先弹一个，弹一个。好好听。什么？猜对吧？我知道。猜送杯子。天阳。猜对送杯子。天阳。什么？猜对送杯子。宿命的鸳鸯。所以怎样没有了？可是跟专辑不一样啊！啊，这是新歌，这是新歌，新歌，所以我都没听过。跟专辑录的不一样的，哦，我自己都没听过。对，有的。哦，没有没有，我没听过，我没听过。这什么歌？我不会弹。你来在这里干什么？有啊，这个真的跟专辑不太一样。这里是有人猜到吗？有吗？这也太难猜了啦，这个跟专辑有吗？大声喊一下，这是什么歌？有人猜对。我不是苏炳仁。我也不是周杰伦。对，这个是我不是周杰伦，你怎么猜到的？你会弹和弦吗？太专业了。他们应该有偷练过了。困惑已经唱过了。完了，这位朋友。你不会是刚刚进来吧？现在发音没有？我们开始，你几点才进来？刚才第一首歌你应该在滑手机哦。第二首应该也是。现在打卡。第三首刚好去哪里啊？我不是周杰伦。我想一路下去，慢慢走。